是这样的，我有个侄女儿，她年轻貌美，仰慕过都监已久了。是玉娘子，晚辈已有妻室。可你的妻子在3年前不是已经不在了吗？没有了她，难道你就永远不娶了吗？晚辈此生。 心中只有王七一人，她是我妻子，一直是，永远是。今日多有得罪，唐突了您的旨意，晚辈改日再登门拜访。等等，他有一件信物给你，等你看了再走也不迟啊。 是玉娘子。愿我如长风渡君千里，挽你成君。